说半天没驾照，搁这扯犊子呢。我可以买一个，再雇个司机不就完了吗？给别人开。我来个滴滴代驾。算了吧，我看看什么时候想学驾照了呀。我扎 A 两下，平雷扎一刀， A 两刀，扎一刀。我扎一刀，看俺俩谁刀长啊。扎一刀，扎一刀。哇，升了，没想到吧，中。扎两刀点烟扣一下，扎两刀死，不吸了。这波反正满血。扎一刀，你这刀还没我刀长呢。扎一刀，一下砸不了，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两刀平 A 闪现，再见交闪来，砸不了中，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两刀击扣一段，也没打断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能拆掉吗？费点劲哈，拉倒吧。我觉得这设计师就故意的，你知道吧？爆裂魔杖850块钱，如果你有1000块钱，你刚刚好买一个爆裂魔杖，加上一瓶药水。而十字镐却要875，要多按那么25块钱，故意不让你买个血瓶，就是故意的，你知道吧？扎一刀 A 两下，这车为啥没补着啊？扎两刀扣一下，一下扎两刀死定了。 A 接扎，接 A 两下，麻烦了 A 两下，接吸也就只够一套技能的，这剑魔
这波可以直接过来杀他，打不定中，扎一刀，哎，两刀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扎一刀接大招，哎，两刀，打不定吸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接大招，一走，还行，塔皮吃着了。这皎月出来的位置挺让人难以理解的啊，他一个中单从这里出来了，我都想不到为什么，不知道原因。换线呗，你说换线他还不是换线，嗯，他还不是换线，剑魔马上过来查眼呀，打不得中，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两刀平的一下，平的平的，打不得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两刀不吸了，没完了是吧，又来，这啥意思，犯病了是吧，嗯，犯病了是吧，扎一刀，扎两刀扣一下，大过来，扎两刀打不了，扎两刀接一个戳吸，嗯，皎月又来了，哎，瞎人诛心，难受不？徒留我一人留恋。扎一刀，再扎一刀，中，还他妈带这样式的。Unstoppable。这个 OOO 起来，可能略微是有点克我们啊。扎一刀平呗，扎一刀，有点快，这波是一波不解释连招，就不跟你们解释了。这扎一刀 A 两下，一下平 A， 平 A 打不牛 A， 周闪扎两刀，吸，啊！居然死掉了。不过不屈之枪可是1000块钱呢。
我又不值钱。划算，这怎么能叫划算呢？那是相当划算了。我将不断索取，不断抢夺，直到失去所有的衣物。杀！闲聊时间已经结束。杀一刀 ，A 两刀，嘻。Unstoppable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无敌了。首先第一点，一血塔是我们的，第二点，那1000块钱让我拿了。大走，再见。A 扎 A 两刀 W A 两下平 A 扎一刀 A 两下平 A 吸 Q E W 接大招 A 接扎接吸。开打。这得快走了啊，来人了。破败够不够？破败是够了，但我们还差100块钱买一个红宝石。无敌了，红被偷了，ADC 还没杀过，一下，打不能中，扎两刀扣一下，吸。拆中来，继续，继续呀、啊！那全死了，红 buff 有可以要小龙。算了，我们去拿红吧。1000块钱我要了，可以要。ADC 死了，我估计这皎月应该得过来啊，皎月。等一下，皎月，扫描一下，
接大招，闪现 W 就一走，扎一刀 A 两刀平的，我让人暴击了。这不是我包围对面吗？哎，这 ADC 从哪来的呢 ？ADC， 把这 ADC 给我杀了！漂亮狗头人！我本以为是我包围对面，没想到是对面包围我。先来个本点，不过我们刚才这波打没有任何问题啊。首先我把这边 AD 杀了，其次我把这边皎月杀了，中扎两刀平 A 平 A 平 A 再 A 一下是踩住 OO 加扎，A 接扎 A 两刀平 A W A 两下平 A 接扎接 A 两刀接大招 A 接 C W 一 Q 耳链接大招 A 接扎接 A 两刀接 C W 接 Q 接大招 C， 下路开了。下路不知道能不能来人，来人其实也没有用。假装走了，其实不严，在这挡一走啊。中，扎一刀。看不见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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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见我。啊！哎呀！在我的领域，我等于无敌。这 ADC 不往右边靠，我打不着他。队友已经拆上路了，哎，你们拆上，我拆下。中，扎两刀点烟，扎两刀接大招过来，一平 A 接吸。踩住哦，接扎接，哎，突突突突突，人有点多，来个收集者怎么样？试试看吧。
贴脸空大，不是贴脸空大，我想打他后边，我正好去他后边，然后他开一技能，我在后边把他 A 死嘛。我并不是说空大，我这个大招是故意往他后边放的，根本啥也不懂。剑魔为什么不怕我呢？抓两刀扣一下，抓两刀平 K 平 K， 你好像跑不过我。出个本甲，这样谁都跑不过我。基本上，我们只要开个一技能，那基本上就是无敌。去波中路，先把这皎月杀了，一下。打不了，扎一刀 ，A 两刀接吸。谁闪现了？扎一刀，中。打两刀扣一下，接大招平 A 吸，一 Q 二电平 A 平 A 接大招 A 接扎接吸 ，Q 一一段链住，二段 Q 大过来 A 接扎接 A 两刀，这一下点燃 A 接扎接死亡，杀完，杀我付出的代价有点大。那狗头人搁那拆塔呢，奈落的血再刷屏就给你封掉啊。